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看看我又来哪里了？不过这一次来啊，不是修车，因为啥呢？我听我小舅子说，他们厂子里面这两天又来了一台依维柯的2045，所以我跑过来跟车主交流一下，学习一下。走进去看看。这就是我专程过来参观的依维柯2045低顶短轴的这一款车。这个车也是我小舅子全程跟进着，所以我问一下我小舅子，他都过来准备了哪些内容呢？主要就是发动机舱，还有那个仪表台里外的内外隔音隔热。然后呢？然后发动机漏油漏水。漏油漏水，这就正常了。啊、这说明是一个纯正的依维柯。底盘，然后它这个就是前轮这个悬挂有毛病。有毛病。新换的半轴漏油。好，直接就坏了，重新换了一个，然后仰角变形了。哎呀，开那会儿车好热呀，有喝的吗？给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可乐，气泡充足，清凉爽口，夏日宅家必备，不到9.9块，真的省了不少。还有这些，也是我在抖音上淘到的解馋小零食，好吃又便宜。这么好，在哪儿买的？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点评论区入手官方限量补贴。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，链接在就有机会抢，限时限量，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。那你再去囤点。必须的。首先一看它这个外观，跟我最大的区别就是防爆网。我之前也研究了好久，最终放弃了。这个防爆网放到车上，确实整个车的战斗气息一下就猛了很多，而且这个车主也是选了这个房车专用的这个车边罩，相对来讲会方便一些。这都是我没有的，我要羡慕的地方。走，参观一下车里面。哎呀呵，好熟悉的味道，好熟悉的感觉呀。基本上没有啥区别，跟我的那个，有的呢就是车主进行的改造。这儿呢，它多了一个胎压检测，胎压监测的数值在这个位置，随时能够观测到四个轮子胎压的情况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，这儿。应该是一个储物的小盒子，啥也没有。然后车主在这儿加了一个算是时钟，湿度温度计，而且是严丝合缝，挺好。我得问一下他这玩意儿在哪儿买的，我也整一个。然后呢，车里好像也选择了四路监控了，这是那个监控的大屏幕。嗯，进到车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短轴里面的空间也不小啊，比我预期的要大得多，或者说真的是人家的这个。布局比较合理吧，这个短轴跟我长轴的区别就是，我是三块玻璃，它是两块玻璃，就相当于直接短了一块玻璃的长度。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空间呢，是吧？感觉挺大的。对，也是选择的这个后置横床，它没有冰箱，没有洗衣机，对，生活便利方面，它就低了一些了。哎，但是呢，我刚发现了它这个。沙发好像是特别用心的，整体的沙发呢是在地板下边已经把轨道埋进去了，然后呢下边的后面像这个后边的这个大沙发都是可以移动的，而且这个座椅的靠背是可以放下来，是吧？对，放下来。放下来之后，如果说身高1.8米、2米，直接把它放下来就可以去当一个纵床去睡了。这样的布局我觉得还挺新颖的。另外呢，就是他这儿，人家这个也是，我不知道他这些东西到底是定制的，还是自己做的，还是说是从别的地方挪来的。你看人家还不是木的。对，然后洗手池。嗯。然后呢，这应该是个净水的，净水器。取水器。嗯。然后呢，洗手池这才有了，下边是水桶。电磁炉这儿。哦，对，这儿还有一个电磁炉，这儿还有一个就是。桌板，对，折叠桌板放下来，台面什么的也有了，收起来的话显得空间一下都大多了。哇塞，整体感觉挺用心的。这一堆挡杆这个地方，我是觉得还这个设计还挺不错，这样的话就显得整个车里面规整了好多。另外这个地方还单独的再留了一个杯座，我也要定制一个这个。要不把他的给我拿下来吧。装不上。为啥？为啥？
啊，对，看见吗？对，它是我那个是手刹，是直接手拉的，它改成了电子手刹，在这个地方改成了一个电子手刹。哦，难怪呢，它显得很规整，我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去，显得很凌乱，全是杆子。对，在主副驾驶中间这还做了一个吸顶电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配置比我的一下就高了一截哈。必须的。但是它没有天窗，没有卫生间。其实呢，这就是一个宿营车，这就是按一个宿营车去打造的，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地方有很多。看看它车屁股后面的改动，其实跟我的布局是一模一样，左边是备胎，右边是储物箱。但是最大的区别是它的这两个东西的固定的轴啊，固定点呢是在后杠上，是在后杠上面。然后呢，我的固定点呢是在车身上面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车的改动我发现有很多的小心思，也是跟我那个不一样的。它这个呢方便就方便在这儿，直接搁这儿一取，哎哎，就打开了，很轻松。然后我那个就显得有点麻烦，有点费劲了。它这个就好了，这就打开了。然后呢，这儿还有一个机关，一个大的算是工作平台，这就一下就出来了，是吧？然后刚才跟车主说了，车主说这里面还有，在车里面的这个地方呢是淋浴花洒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地方一打开，帘子往这儿咔一挂，站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洗澡了，很方便，而且呢还不受地形限制。另外的话，你想，这呢也是一个板子，桌板一样的放下来，这一个桌板。然后呢，这个箱子呢可以作为一个户外厨房，它的箱子箱盖是这样打开的，这样一打开的话，里面的锅碗瓢盆啊、灶具啊、调料啥的，直接从这儿直接拿，直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做饭了。嗯，其实这个设计我觉得也是值得学习、值得借鉴的，是吧？它现在缺个啥？缺个防爆漆。原车这个绿色的哑光漆还是差一点点，战斗风是吧？刚才跟车主也聊完了，就这个车这个状态，车主是买完直接开到这儿的，他花了20，这20人家是改装好的，我的20是买了一个空壳子，又花了10几把它改好。我突然觉得这个车挺好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